龙家散的，全部拢是你点的。我可能想要剥你的皮，揢你的骨，给你煮内皮哦。你臭鬼养父，我今嘛就用你这条命，祭拜我老爸。三天后，公司就要开董事会来审查财务报表。我应该听你的，不应该贪心。我唔知我要安怎较好，我尽量想办法。啊，无到时你要全部出掉哦。啊，若无我真正无法度啊。小雨都愿意出去搞到三天啊，明仔，明仔绝对是我翻身的机会。你不会已经给狗仔搞掉了？搞未？我要给伊唔啦，给狗仔搞到老血老底，我阁要给伊一分无归归的拍落。亚弟是做建筑的。想创业要甲林家牵关系，无啥物美国美容也合作。你莫听准讲你讲即几句话，你要付的钱我都要甲你讨。你讲啥？我是你饲大汉的，我是啥物款人，你敢不知影？免讲到安尼啦，对你哦，我已经看破了。哎，小花，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啊，这个，你疼着啊？我一来都害你受伤，我想我以后会见麦来啊。你刚才来看姐啊，我很怀念华裔呢。你现在没对我这么好，为什么呀？阮陈家母甲规个妻离子散，龙家散的，全部拢是你弟的。我可能想要剥你的皮，揢你的骨，给你煮内皮哦。你臭鬼养父，我今嘛就用你这条命，祭拜阮老爸。